媚不是矫揉造作，媚是骨子里散发出来的流风余韵。情为正，你为邪魅，蛊惑人心才是习琴的根本。琴能安神，更能撩拨。上肩放松，下巴收住，双目不可盯着琴，要看着听琴的人。跳下这寒潭，寻找多年前掉落悬崖下的石碑，石碑上有四个字，但凡看到这四个字的姑娘，直接晋级。婉妹姑娘，你是要放弃让我直接裁定你的去留吗？这世界很酷。